你看他不怕，你看他不怕，嗯，这回他啪，他打，这有那意思。嗯，你不连你这个吧，你对付比你劲儿大的。对对对对，跟我差不多的比我劲大的，你再能怎么把他转不过来？其实就是我老是觉得啥吧。 是不是我还怎么说呀？大道理上就是我把这个点儿转不过来，就还是这个意思，还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说这个意思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，就是随便弄啊，就随便弄啊，就是我们俩就是都叫你俩当，这一瞬间，那你我没招了这味儿。这是一个手快手慢吗？这不是。 那不是，任老师说的不是手快手慢，你要是他进攻他一松，耐不住的，他不跟你犟了。 你这是这样，你不是吧？你力大的，我这一来，你把我闷油啥？你看，你看，犟了，你看，始终没有这个犟。你看，你像跟松哥，这不就松开了吗？对。都这，你看这松开了，我都可以前进了，看。小军弄的不是太细腻，我觉得你用劲，我弄不过你嘛，是吧？你看咱们这掐了，你看这俩，你胳膊比我那么多呢，就是是吧？这个这迷神手，你看，这都是你扣这个吧？你看这能不能弄不动啊？你看，这我要多小动作呀？这不行，这不叫抛圈了吗？ 刚才这不一打手，你看他这有点劲儿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咱别叫抛圈了，叫太极拳，叫玉举穿风，对，别的名儿叫玉举穿风，你愿意叫啥叫啥呗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对对，这不是一招手，你看，这不一招，这有劲儿了吗？我给你劲了，就啊，你看有劲儿，你看这不顶着呢吗？啊，对对对，你看你现在行，你看看这，然后所有这个招式，你看，一加速，啪，一加速，那啪过去了呗，你会手，那你反正，人家这个八人过来了，你不理他不行吧？不理他，还打你啊？你不理他，他打你，你还进攻就来，你就防守，就是我说那叫防守，不是白白的防守，不是你打过来，打不让，不是单纯在这磕，单纯磕不是，我在这，夹出来
这块是这么来着的，你看啊，你这不打过来吧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是这么着的吧？啊，对，是吧？你看，啊，你这第一拳，我一防守那边朝我就给我一拳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，来，一二，你看。对吧？这是你进攻的我呀。对对对对 对, 对。我刚才你这第一圈，你看第二，第二，你看看，我这是吧？啊，你那个控制住，霸着我这个球了，是不是？反正我站不住啊，你看第一圈，啊，第一圈，第一圈一打，你看，啊，这拔中了啊，你这么大个子，啊，他这里边也有那劲儿啊。你看你这不打过来了吗？你往回推的时候，那拳就啊，你看。对，一二要过来吧。在过的时候，我这个手里边有技术，如果这手碰着，这手俩手的技术合一块儿。你看，对吧？你看，他你创了，将来打真打的时候啊，第一拳你看，第二拳你看，当成功这么大，这还怎么的？拍下胸脯弄直了呗。打腮帮子。